最后一集啊。嗯。那么，在讲这个参数啊，就这个，嗯，获取一段数据，从获取呢，从第一条获取到第三条，对吧？嗯。啊。有什么？嗯，先给你打印一下，打印一下，打一下，打印一下，给看一下有多少条。11条，对吧？嗯。如果这样呢，从第一条到三条，只取三条，对吧？对。但如果有一些数据啊，比如说3000万，对吧？3000万数据，但是你只想拿这个表，对吧？只想拿其中的两三条，对吧？你就可以这样写。然后从3到5吧，你看对吧？嗯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前面或者后面加一个数据啊，走一遍吧。前面或后面加一个数据，就皮套头那边。啊啊，然后杠一。怎么说？那就这样吧。你看了这个皮套头。这只是联合，哪里有什么鬼？哦不不不，不是啊。你看，它发生什么情形？前面叉叉对吧？嗯。后面是啊啊啊，对吧？对。那这个就是比较常用的，就是啊，要是都 U M O， 这个讲过了，获取数据对吧？嗯。获取数据那个前面不是有？对。获取之后呢，它要保存到。就在那里那目录里面呢，看保存到这个样，嗯，没有毛病吧？没有毛病。你添加呢？嗯，是啊，可能是工具吧，应该是可能是工具少了吧。嗯，啊，怎么讲呢？我想想，你想想。嗯，好吧，就讲这个吧，就是我们已经完了。嗯，嗯，没了，没有吗？没了。